世界 ，Smart 无限，耶、yeah, ！恭喜。台破大宽屏董事长郑俊清、总经理王宏生以及各 OTT 平台代表一字排开，启动象征新世界的遥控器 A1 数位汇流平台正式开启。台破新一代的 A1 Box 不仅提供高画质数位频道内容，也支援 4K 超高画质影像。未来用户只要透过这台小盒子，随时都能享有 MyVideo、爱奇艺、Line TV 等热门 OTT 影音服务，甚至还可以搭配蓝牙声控遥控器。语音变换频道或搜寻想要看的影片，我觉得这盒子还蛮方便一点，是说以前啊，我们要看电视要有一个盒子，然后看 OTT 又要有一个盒子，那现在都不用了，全部都一个盒子就可以了。身为有线电视界领航者的凯珀，不断打破传统框架，勇于创新数位内容，为的就是进一步推出更全面性的智慧家庭服务，为民众的视听娱乐及联网应用创造更多可能。这是凯珀大宽屏所提出的这个 A1 的开放平台的一个盒机上盒呢，我想最大的不一样是把 Android 的一个开放式的平台呢整进我们的这个机上盒，所以呢除了过去大家所熟悉的这个收视的习惯以外呢，最主要是你在手机的收视行为，在 Android 上啊，你在手机上所能够看到的 Google Play 的所有的这个应用的服务，包括 YouTube包括互动的游戏，以及很多最主要的大家所关心的 OTT 的这个影音的关的所有的平台呢，全部都整合在我们这个平台。当然，为了欢庆 A1 上市，凯珀也寄出了限时优惠的方案。想看更多精彩影音内容、体验更多好玩应用服务的民众，不妨试试这台 A1 Box。凯珀新竹综合报道。